要消除贫穷，必须配以教育，让社会大众明白自己作为世界一份子的公民责任，为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。乐施会互动教育中心在2005年成立，是乐施会世界公民教育的其中一项工作，为公众人士，尤其是青少年，提供互动和体验的活动，让大家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，建立世界公民价值观。我们希望在这个学习历程里面，参加者可以认识自己和社区和世界的关系。活动探讨的贫穷议题既有本地亦有世界面向。我们中心的特色是用多元化的活动手法，带给参加者以建立同理心的体验。例如透过互动剧场，让参加者代入贫穷人士的角色处境。你用你的第一身去试去用这个。咁就得啦，冇问题咋。亦有社区考察，让参加者直接同街坊沟通。至于个人感觉较远的社会议题，例如中国民工，中心会变身成为工厂，模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，令参加者更加投入。透过中心特别的装置，运用不同手法，令参加者亲身体会，并提供讨论和思考的空间，藉以让参加者建立同理心，思考贫穷成因。探讨贫穷不一定是沉重，乐施会互动教育中心希望带给你一个深刻愉快的学习。